学术取了个莲香园的名字，怪神秘的，我倒要进去看一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又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这儿是住家，是不能随便让人进来的。老太太，我来过好几次了。来了好几次，还没记性。我不是老太太，我是这儿的管家。我叫钱妈。是是，钱妈，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进去，没有别的目的，我只想看一下子午莲。江门多的是玩的地方，宝宁寺的奇装石，东域行宫的古龙神庙，都够你看了半天的。你怎么偏偏跑到这儿来？钱妈，这子午莲不是平常的花，它珍贵就珍贵在子开午谢。这么说你也对子午莲感到挺稀奇的。物以稀为贵，钱妈，您就通融一下，让我进去看一眼，我看了就走，不会给你增加什么麻烦的。好吧。是个猫头鹰。可惜，这么漂亮的别墅，这么荒凉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也觉得有点怪，可是时间久了也就见怪不怪。哦，这么说这儿好像是发生过什么问题。没有，你看那一朵粉红的就是子午莲。
思源，您经常照顾我嘛，我伺候您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有人没人总是把这些话挂在嘴皮子上，我听了就心烦。哎，是是是是，把事情给我办妥了就行了。哎，是是是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，一定卖命就是了啊。今儿个您好像来的特别早啊，跑习惯了，待在旅馆里面也很闷，所以啊，就到您这儿来赶赴早茶。欢迎欢迎，小三儿啊，哎，赶紧给梁先沏壶好茶。哎，是是是，您坐着。哎，梁先，您喝什么茶？老规矩，一壶香片，来一笼小包好。哎，好，您坐一会儿，马上就给您送来啊。老板娘，哎呦，怎么您刚起床啊？废话，一天到晚像个无头苍蝇似的，慌慌张张的，奔丧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老板娘。你看看看，哎，养了这么个伙计啊，简直是接生活摸屁股，外行透了。好了好了。呀。梁先生，今儿个这么早您就来喝茶了？哼，跑习惯了。就是说好客不换店，再说您这个东兴楼点心又精致，招呼的又周到，所以我当然往这儿跑。谢谢您的夸奖。啊，对了，梁先生，有件事啊，我倒是忘了问您了。哎，老板娘，什么事儿啊？莲香园里的子午莲，您到底是见着了没有啊？见着了，昨晚上深更半夜的时候正好开花。啊，那还有没有见到别的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老板娘。哎呀，那个地方啊不干净，我也是听人家说的。莲香园里头闹鬼呀，已经闹了好长的一段日子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说着说着，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你看嘛，老板娘，那么漂亮的一栋别墅，怎么会闹鬼呢？合着您还不信邪？妖魔鬼怪这事儿，我是从来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梁先生。您是从外地来的，当然不清楚了。哪一天呐，我要是一个字儿不漏的说出来呀，那您一定就放邪。哎，放邪呀，你一大早上跟客人说这些干嘛？他你不忌讳，这客人还忌讳呢。当家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这么一点毛病，有什么话我都憋不住的。再说莲香园里头啊，本来就好了好了。凤喜呀，他你不说话，别人没拿你当哑巴。梁先生，话我可是说了，听不听可在你自己了。
哎，洋洋，汤包来了，茶也泡好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别喝了。哎哎，两个客官，哎，去里边坐。哦，对了，哎，楼上雅座，讲话方便，没人打搅。哎，请楼上坐好吧。不用了。哎，好，这边坐，这边坐。老板，我们是外乡人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。不敢当，你有什么指教呢？不敢。嗯，我想请问，江湾这一带是不是有一栋别墅叫做莲香园的？啊，有的。您二位是？哦，我姓韩，这位是我媳妇，我们是从镇江来，专程来探望一位亲戚的。哦，听说他的莲香园已经住了十来年了。您这位亲戚他贵姓啊？他姓韩，是我姑姑。哦，可是我从来没跟他见过面。听我娘说呢，他是戏唱得很好，生平嘛最喜欢莲花了，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，到此落了户。哦，说了半天，原来你们要找的人就是韩星莲啊。哎，对，就是他。哎，老板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姑姑她出了什么事情？没有事。这个不瞒您说呀，我们这个地方离莲香园还有一大段路呢。别说是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有什么事，这我们做生意的人也不大清楚。哦，小伙子，莲香园的那笔账是由我清楚。哦，那这位先生，那麻烦你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姑姑她现在人是不是还住在莲香园里面？哼，哎，可惜你们来迟了一步。韩新莲早前八百年就死掉了，听说是跳河自杀。都不太好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也说不上来，人家刚刚还好好的嘛，可是一到此地我心里就……翠翠，不要怕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嗯，我晓得嘛，可是金根姑姑坟上我们已经去祭过了，还来这干嘛呢？娘叫我来找姑姑，没想到居然已经死了。那你没听人家讲啊，当年姑姑是淹死的，凶死的房子里面总是不干不净的嘛。翠翠，不要疑神疑鬼的了啊。本来嘛，你看那么大一栋房子里面又没什么人住的，万一我们真碰上什么，那多冤嘛。你放心好了，邪是永远胜不了正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们两个人跑到莲香园来干什么？我们是外地来的。请问这位大妈，您是？我是这儿的管家。哦，我叫钱妈。这么说，莲香园里面还有人住呢？多新鲜！要是没人住，那不成了鬼屋了。你们是不是来看紫午莲的？紫午莲，白夫人已经交代过，我们这儿不欢迎外客。好，钱妈，您弄错了，韩小姐是我姑姑，我们专程从镇江来看她。哦，那你贵姓？我当然也姓韩了。我们小姐她已经过世。我知道，
我们已经去过他坟上了。哦，钱妈，既然你是我姑姑的管家，你麻烦你把铁门打开，让我们进去歇歇，好不好？这可不行。这为什么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们两个人呢？上海滩可是五花八门，光凭你嘴巴说说，那怎么行？万一我让你进来了，将来出了事儿，那我不……钱妈，让他们进来。是，白夫人。您还有什么事没有？钱妈，把楼上西边那间客房先收拾一下，窗户打开透透气，别叫客人住着不舒服。白夫人，林香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留过客人过过夜，您今天是？钱妈，他们是小姐的亲戚，我留他们住几天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是，白夫人。白夫人，如果太麻烦的话，我看我们还是……不，韩先生，我跟你姑姑虽然不是亲姐妹，可是我们走得很近，既然你们来了，就别见外了。白夫人，我们是晚辈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说实在，我们从镇江动身的时候，总以为我姑姑还活着，可是到了江湾才晓得她已经不在了。是吗？白夫人，我们还听别人说啊，莲香园这栋房子里面不干不净的，经常在闹鬼啊。人嘴两张皮，管他们说些什么。韩先生，你们这次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啊，没有，白夫人。不过我有件事情想不通的。我知道你们是认为新莲死得离奇，你怀疑是不是？是的，白夫人，凶死必有因，既然你是我姑姑的好朋友，我想一定知道怎么回事，会不会是给人家给害死的？我想不会吧。我从来没跟我姑姑见过面，就是从我娘嘴里知道，她戏唱得很好，人缘也极佳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痴情了。俗话说，人一沾上情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当年新莲为了爱一个男人，差点没把命送掉。我还听说那个军阀很喜欢他，死气白赖的想霸占他，结果怎么样了？这我就不太清楚，因为新莲生前很少跟我谈到这件事，我也就不便多问。白夫人，人不逼急了也不会去跳河啊，怕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总不会自寻短见吧。坏就坏在心莲脾气太倔，凡事都想不开，逼急了难免会走上绝路。我一想
想起这些事，我就很难过。不过想穿了也就好，死了，死了，一了，百了。白夫人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既然是我姑姑的好朋友，我想你总不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吧？韩先生，一个女人的能耐有限，再说心莲并没有什么冤枉，就算她死得含冤抱屈，我也插不上手。白夫人，有句俗话，教树教根，教人教心，冲着哪一方面你都应该把那个男人给找出来吧。心莲跟那个人的那段情挺深的，我找人家干什么？再说没凭没据的，我怎么开口？是，白夫人，我们不是要告他，我们只是要问他，最起码可以从他嘴里面知道我姑姑死的前因后果吧。算了吧，韩先生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再说我也没这个精神。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们心里一定很不舒服，好在你们还有两天耽搁，我们以后再聊吧。是。白夫人，楼上房间已经整理好了，是不是让两位客人上去看看？好，韩先生，你们请吧。如果缺什么，你们就跟钱妈讲，她会替你们安顿的。我不陪了。谢谢白夫人。请吧。先生，以后天黑了，这扇窗子不要打开。这为什么？让我说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过我提醒你们一声，就是莲香园从小姐过世以后，从来就没有翻修过，这么一大栋房子就只有白夫人和我两个人住着，人口单薄，难免阳气就弱了一点。钱妈，您的意思是？没别的，韩先生，我是提醒你，万一三更半夜的你听到什么动静，千万别去理他。钱妈，这么说这房子真的？韩太太，不是我故意吓唬你，这种事儿可别不信邪，万一碰上了那会倒霉的。钱妈，谢谢你，不过顺便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白夫人跟我姑姑在一起有多久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十年前我来的时候她就去世了。那白夫人脸上为什么老要围一条纱巾？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说她怕冷？这大概是。韩先生，韩太太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，不打搅了。
翠翠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发抖？金根，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害怕啊。翠翠，别怕，我只听说过人吓人，还没听说过鬼吓人。嗯？小徐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老毛病怎么还没改呢？当家的，我又怎么了嘛？听我的话，以后啊，不要再在生人面前提莲香园那张子邪门的事儿。为什么？祸从口出啊，话多了犯忌讳。当家的，你也未免太小心了点吧？梁先生他是我们这儿常客，我跟他随便聊聊，有什么关系呢？管闲事唠不是。到咱们这儿来喝茶的三教九流什么样人都有，这哎呀，你跟他们多说这些话划不来的。我多嘴，可是我并没有说错话呀。莲香园里头闹鬼闹了也不止个把天了。你看见了？我呸，你别触我眉头了。闹鬼不闹鬼，反正全江湾的人都知道，这又不是我瞎编的。哎呀，瞎编不瞎编没有关系，你先坐下。我告诉你，讲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呀。怎么，当家的，照你这么说，那个梁先生跟莲香园难道还有什么纠葛不成？就算他没有纠葛也脱不了关系。你想一看，这梁先生为什么平白无故老往我们这儿跑？哦，你真以为他到这儿来看子午莲的？我不相信。梁先生他的相貌长得挺端正的，我才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做坏事的人呢。哎呦，好坏也没在头上刻个字儿啊。哎呀，再说，这种事情最好你以后少说。哎，我不吹的话，茶楼饭馆开多了，不管他什么人在我眼前一过，哎，我就心里头有个谱。嘿，老板呐，我小三儿啊，就是佩服您，您呐是真是有学问。哎，这不是吹牛啊，嘿，这是经验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就是嘛，老板，您说说看，那个姓梁的呀。只来了几趟，您就把他的底子给摸清楚了。哎，你看我这盯了半天还是瞎猜，你看。小三儿啊，你盯谁的梢啊？哎，我是随便讲讲，随便讲讲的。小三儿啊，我看你是和尚打道士，没事儿找事儿啊。啊？哎，这怎么没有的事儿嘛？没有的事儿嘛？梁先生他是我们这儿客人。好坏呢，跟咱们都没有关系。以后啊，你就少管人家的闲事吧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你别损我了，我不够那材料啊。小三儿啊，最近我看你有点不大对劲呢，做事儿精神恍恍惚的，老是在散神啊。没有啊，我还不是这样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你也不用瞒我，我告诉你。你跟那天九王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不过问，今天你吃我的饭就得听我的。是，老板。俗话说得好，宁走十步远，不走一步险呐。平安可就是福哦。老板，这个我知道。这年轻人呐，做事情如果说是脚踏实地、好好干呢，绝对有出头的一天。知道了吗？哎，梁先生，哎，这么晚了您还来喝茶呀？啊，黄老娘，恭喜哦！这个，那是您的帽子。谢谢。不行不行，哎，您坐会儿吧。这么晚了，您到哪儿去？这么坐会儿喝点茶。不打扰。哎，梁先生，既然您来了，那就多坐一会儿，我们聊聊嘛。是，坐会儿，喝茶。哎，来，也好也好。哎，您坐。哎，我给您泡茶。请坐。
梁先生，您从上海来也耽误不少日子了吧？嗯，快个把月了。哦哦，梁先生，您这个棉纱的生意做成了没有啊？差不多了。哦，蔡老板，不瞒您说呀，我这是小本的生意，难免呢会耽搁些时间。有时候呢，把生意做成了，赚那点钱呢，还不够我吃喝的。梁先生，这您太客气了。蔡老板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哦哦哦，可不是嘛。俗话说，三里地赶个嘴儿，不如在家喝凉水。哎，老板娘呢，您这话是一针见血啊。蔡老板，哎，是谈起这个跑单帮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。哦，那您说的是谁呀？也是这儿的常客，一般人嘛称呼他叫九爷。啊，这啊，你是说天九王啊？他没什么。哎，他呀，这个不过偶尔有时候到我们这儿喝喝茶。哎，这我们也不大认识。梁先生，您打听他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只是听说他跟莲香园的钱妈很熟，所以我才顺便的问一问。啊，梁先生，我想问你，你认识莲香园那个钱妈呀？嗯，你到底见过她没有？见过了。哎，老板娘，您的意思是？他，没什么。梁先生，我，你，我想你大概是碰见鬼了。莲香园里的那个钱妈啊，她死了都快年把了，听说是掉在莲香园的池塘里头给淹死的。别疑神疑鬼的了，早点睡吧。金根，我就不相信你不害怕。哼，说真的，我是有点害怕。这里人说话的口气，总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金根，你不要再吓唬我了嘛。真的，白夫人跟钱妈，他们两个阴阳怪气的，姑姑的遇害。他们俩绝对脱离不了嫌疑，尤其是钱妈。钱妈，钱妈怎么样？眼斜心不正，一定是他们两个人串通好，把姑姑给害了。哎，你这么一讲，我也有点害怕。还有，如果人死的话，总有一个牌位。我楼上楼下的早骗了，居然连姑姑的一张遗像没看到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金根，既然白夫人跟姑姑她们是好姐妹，她怎么会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呢？人要狠起来比毒蛇还要毒，反正是死无对证的了，反正他们现在怎么好听怎么编了。金根，外面什么声音啊？
好像从院子传来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嗯，我去看看，到底什么人在作怪。不行啊，你没听钱妈讲啊，天黑以后不能打开那扇窗户的。哼，钱妈八成没有安什么好心，她哼，想这样吓唬我们，我非去看看不可。外面风雨那么大，院子里又乌漆抹黑的，要不出去真碰上什么呢？别怕，翠翠，你跟着我，我拿着灯啊。到底找到了吗？上下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找到那个箱子。咱俩来的消息不会错的。九爷，会不会杜少爷走的时候把那个箱子给带走了？不会，他这才匆匆忙忙的走，什么也没有带。这就奇怪了。林星园每一寸土地都给我搜，一点都不能放过。好，你放心。有人来了。别怕，是只猫头鹰。猫头鹰啊！气再旺，也经不住鬼风扫。汤已经煮好了，您要不要先喝一碗？钱妈，先放那儿，等客人下来一块儿。他们还早呢，不定睡到什么时候。三更不睡觉，上下穷折腾，东找西找的，我还以为他们在找魂呢。钱妈，你怎么这么清楚？我也是被他们吵醒的。白夫人，不是我多嘴，我看还是让他们趁早走了算了。钱妈，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多了吗？白夫人，莲香园不留客，不接待生人，不跟街坊邻居打交道，这些规矩都是当年你自己定的，怎么现在你……现在怎么了？白夫人，我的意思是，钱妈，不用你操心。你到这儿也快10年了，我一直都很敬重你，
凡事都跟你商量。最近你怎么有点反常？是，白夫人，我多嘴，我多嘴。白夫人，您早。早。刚才我听钱妈说，昨晚上没睡好，是不是因为刚到一个新的地方不习惯呢？啊。没有啊，白夫人。哦，嗯，钱妈，莲子汤恐怕凉了，拿去热一下吧。是，白夫人。韩太太。啊。韩先生呢？哦，怎么没见他下来呀？他，今跟他到发租界去看个朋友去了。哦，韩太太，你们昨天来的匆忙，我也没来得及问。现在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，白夫人？我只是想打听一下，既然你们是镇江人。在镇江有个庆祥绸缎庄的小老板，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？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杜吉庆。杜吉庆，我好像没有听金根提起过啊。打死我，我也不会相信。蔡老板，你在江湾一带也住了几十年了，地面上有手，难道说莲香园里出了人命，你会不知道？韩先生，这我蔡某人开的是饭馆，做的是生意，我拖家带眷的，只求能够吃碗平安饭就好。至于说莲香园那件事情，这我实在是不知道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嘴紧，不愿意告诉我。韩先生，你也不能怪我们当家的，我们这行饭吃久了，实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们当家的他可不像我，我呢有什么话都憋不住，非要说出来不可，而且呀，恨不得把心都要掏出来给人家。当然了，按说我们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，不过人呢总是见面三分熟，再说你跟我姑姑也是个，好歹也是个街坊，他现在人死了，你总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。这个韩先生，人命关天呐，这可不是小事情。这个我实在是不清楚。就是嘛，韩先生，说一句瞎话的不是人。今天要不是你提起来，我们压根就不会往那方面去想的。如果没有蛛丝马迹的话，我也不会硬往他们身上栽吧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韩先生，以往呢，我只是说莲香园里头闹鬼。好了，现在倒好了，你们呢，硬这越说越悬了，硬要说那个钱妈人还活着。哈，我可现在给你们弄糊涂了，到底钱妈她是人呢，还是鬼呀？纸糊的灯笼，一戳就破。蔡老板，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韩先生，这一点我非常的抱歉。这个我不是不愿意帮忙，我实在是帮不上。这还请您多原谅，多原谅。你放心好了，他们的把柄我早晚会抓到的，他们是跑不掉的。再见。韩先生，小三。哎，你过来。老板娘，什么事儿？哼，你呀，少跟我装蒜了。我问你，莲香园里头闹鬼出事儿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哎，老板娘，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人家姓韩的小两口住在莲香园子里头，钱妈
压根儿就没死，这可错不了。好了，你现在倒说说看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哎呀，老板娘，这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我嘛，是吃您的饭，给您干活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别人家死人没死人，这我怎么知道嘛？今儿一大早啊，那个韩先生又到茶馆去了。听他给蔡老板说话那口气呀、啊，好像对咱们不利。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不是巡捕房来的，当个避尸。就是，如果他要是个混混的话呀，那就好办了。只要提您九爷的招牌，谅他也不敢的。这就怕呀，就怕他是四不像，那就麻烦了。哼。小三，难怪你挑不起大梁来，水还没开，你要怕他？哎，九爷，这说实在的，我只是啊，想沾您点光，替您跑跑腿，拿点零花钱，也就满足了吧。哼，拿点小钱儿，也得是块料啊。九爷，您就吩咐。我跑跑腿就是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问你，你到现在还相信那个箱子在莲香园里边？哎呀，九爷，这绝对错不了的呀！哎，这想当初那个杜少爷跟他爹一块走的时候，哎，这什么东西都没带呀、啊？哎，这么一大口的箱子啊，我还看不见呢。妈的，这那箱子能到我的手，我这辈子就享用不尽了。那小子什么来路？你打听过了没有？哎，我已经打听过了。干什么的？好像是个跑单帮的。哎，没什么苗头。哎，有人，什么人？是梁先生。没想到吧，九爷，不要讨家伙。我是特地来拜望您的。姓梁的，你是哪条道上的朋友？水路码头两边我都沾一点，不过都是些小买卖。小三儿，哎，好。哎，九爷，您这坐。那这么说，你这趟到江湾来是准备跟我打交道的？不敢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九爷，您在这一带是一棵大树，我只不过是想歇歇脚、遮遮阴而已。少来这一套，什么打开天窗说亮话？你准备怎么样？听说九爷最近要做一票肥的，我只不过是想插一腿帮个腔。这么说，你打听的还是很清楚。九爷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小三儿跑腿，钱妈卧底，莲香园这一票您是稳住了。九爷，财分天下人，我想您不会独食吧？哼，好，既然是自己兄弟，那么你等着。到时候我会分你一杯残羹的。九爷，您太小看了我，我不是摇旗呐喊的小喽啰。嗯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人家说见面分一半，我是想通吃，连你们都要。姓梁的，这个看你够不够这个格儿。在我面前玩这一套，您还差得远呢。说句露骨的话，我要是没有点能耐，我也不会来这儿。哼！
这梁先生是，哎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。他这是诚心是将您的军的。哼，将不死，我还有狙呢。错不了，这招棋啊，准是白夫人安下的。这我就不懂了，钱妈她明明没有死，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个谣呢？哼，还不是做了亏心事，怕别人知道，才想出这个点子来吓人的。嗯，这么说，他们早就没安好心了。嗯，硬把姑姑给害了，说不定还是白夫人到处买通好的呢。要不然，蔡老板那张嘴怎么会跟真缝的一样，就是不肯讲呢？嗯，说的也是。这也难怪嘛，人命关天的，哪个愿意多管闲事呢？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金根，咱们怀疑归怀疑，要是没什么证据的话，那还是没辙啊。滴水，一个泡，一报还一报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了。什么事啊？啊，今天一早啊，白夫人在我面前问起一个人的名字来。谁呀？嗯，好像是杜吉庆。杜吉庆？是啊，镇江庆祥绸缎庄的小老板。想不起来了吧？啊啊，是我想不起来了。可是我看着您很面熟，好像我们在哪儿见过。曹老板啊，15年以前，我跟一位姓韩的小姐到此地来落户，不是经常到您这儿吃枣子糕吗？哦，原来是杜少爷。杜少爷啊，怪不得刚才你一进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脸很熟呢。原来是杜少爷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杜少爷，这个我看您跟从前一点都没变呢。哦，不过您这腿……这是不小心让车子给压的。哦哦哦！杜少爷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去蒸一点枣子糕给你吃啊。不，老板娘，我们还有事呢。哎呀，杜少爷，咱们是多年的老街坊了。您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曹老板，真的不用了。我现在心里烦乱得很，根本也吃不下。哦，什么事儿您这么严重啊？蔡老板，您不知道，我这少爷这一路上就不舒坦。哦，不要说。蔡老板，是。我们少爷住啊，住楼上，往左转，对，第一间。好好好。少爷，我先把行李递到房间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是是是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杜少爷，俗语说啊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我看您呐，还是想开一点吧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说来说去，这趟我还是不应该来的。真的。这一辈子我欠七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杜少爷，您请用茶。谢谢你，老板娘。谢谢。杜少爷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人嘛就怕是没有缘分，只要能凑合在一块儿，谁欠谁还不是那么回事吗？这你们不知道，
我欠新年的这份情，不是烧几个纸钱就弥补得了的。哎，杜少爷，这俗话说呀，欠人的是份情，对待人呢是份心。我觉得您能够回来的已经够了。太晚了，人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把握住，如今人死了，哎，怎么想我都是对不起他。杜少爷，您跟韩小姐之间有什么纠葛我们是不大清楚，不过人嘛总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。哎，我倒是觉得你现在赶来还就是时候呢。老板娘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来呀可真是话长呢。您还是问我们当家的吧，他呀比我清楚得多呢。老板，嗨，这其实呢这也没有什么，不过啊，倒是前两天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到这儿来找打听位韩小姐，他问我知不知道。蔡老板啊，那人姓什么？他打哪儿来的？他姓韩，他说他是打镇江来的。他口口声声说韩小姐是他的亲戚，这究竟是不是？我也不大清楚。啊，蔡老板，那个姓韩的人呢？他走了没有？没有，他说他住在莲香园。谁呀？哦，是我。秦根，我们这样耗着不走也不是办法。说实在的，要是没有眉目的话，我看倒不如回镇江去找找那个姓杜的，说不定会有点头绪吧。翠翠，你要沉住气，人要是失去天理的话，早晚是跑不掉的。楼下好像有人呢。翠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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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翠翠。
你怎么了？韩先生，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看见一个影子在门口里就不见了。奇怪，韩太太，你会不会是心神不定，看花眼了？不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明明是个影子，绝对错不了的。奇怪，在这莲香园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不可能，这为什么不可能？我媳妇的眼睛没瞎，嘴巴没哑。韩先生，你不要激动，你们到这儿来是做客，别说是发生这种事情，就算是稍有怠慢也不可以。钱妈，快去请个郎中来。用不着了，我媳妇她没灾没病的，说穿了根本就给那人给吓着了。韩先生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让恶人吓的？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韩先生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不懂，我懂。莲香园本来是栋很干净的房子，就是被你们弄坏了。韩先生，你真是越说我越……白夫人，我看你是在装糊涂吧？你敢说当初我姑姑怎么死的，你会不知道？你敢说你跟他没有关系？你敢说你不在撒谎？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思量，思量，一了百了。没有那么容易，白夫人，天上在打雷呀、啊。你早晚跑不掉。是谁呀？他说他来找韩先生的，他说他姓杜。心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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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叫，我不是心莲，心莲已经死了。心莲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我，还在恨我，可是你还活着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原谅这两个字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未免太轻松了。心莲，我知道我说这句话根本都没用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我要向你解释。十多年凄风苦雨的日子都过去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？心莲，杜大少爷，我让你睁开眼睛看看。是，当初你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可是我傻，我憋不住，我连夜赶到镇江去找你，我一心一意要把你找回来，没想到就被鸡蛋麻子给拽了回去，在我脸上破了相。鸡蛋麻子下这样的毒手，未免太狠心了。他狠心，你的心比他还要狠。十年你不闻不问，你从来就没有来过。心莲，你可知道我？你以为我死了是吗？
是的，我听说那个季大麻的药误入你，你抵死不肯，就在他面前自杀了。当时的情形差不多也是这样。我到现在才知道你还好好的活着。我跳水逃走，他们以为我淹死。那你的坟是不让钱妈雇人修的？我明白了，大概你是怕那个季大麻子以为你没有死，不甘心再来找你。哼，要不然这么些年我会让你这么逍遥？我怎么逍遥了？我爹把我从这儿找回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，是什么滋味？谁担保？谁作证？良心担保，老天爷作证。心莲，我知道你死在季大麻的手里的那个时候，我去找他算账。没想到我的腿又被他给打伤了。心莲，心莲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杜吉清绝对不是那种窝窝囊囊没有出息的人。说穿了，我们是一对被军阀欺负的可怜虫，到现在我们还争着什么理，憋着什么气呢？心莲，吉清，心莲，姑姑，原来你没死。金根，翠翠，我早就听说我哥哥有个儿子叫金根，只是我一直没见过。姑姑，我娘一直很念着你。我很抱歉，我骗你们我是白夫人，我这是不得已的。我了解，姑姑。啊，这是杜先生。杜先生您好。哎呀，我真是惭愧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姑姑，让她吃了很多的苦。可是往后财产，王九让我用吊灯来害你，作奸自缚，害人！钱妈，钱妈，那小三呢？我们赶快去报警，别让他跑了。有人报案，小三已经让我逮起来。杜先生，谈下去。毕庆良，我是在警局服务的。他们偷谋不轨，谋财害命，所以才有这种下场。幸亏韩小姐安然无恙，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到局子里去一下，做个证，了了这个案子。谢谢你，梁警长。不要客气，我很高兴看着你们重逢，祝你们白首偕老。